这位现在第一次参加的人，简单介绍一下。刘福林牧师是众道神学院的名誉院长，而且他这一次过来就是讲道，还有讲课在众道神学院的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他来今天我们这些信联合祷告会上分享信息。今天是现听讲道，然后是我们再有时间一起来祷告的这样安排的。 所以我们就是先欢迎刘福林牧师来，跟我们分享信息。各位JCC的同工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 刚刚说主的，我们刚刚的敬拜，那我恰好有预备这样的一首诗歌，就是我们对神的渴慕。啊，你是我的神。
了。彼得醒悟过来，说：“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事了，救我脱离拘役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。”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日子继续祷告。对，那我在这里就想，当教会遇到冲击的时候，当教会遇到冲击的时候，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，这里明显彼得被囚在监狱，在政治压迫之下，教会不能做什么，可是教会有一条路，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。我想这是何等美的见证。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为什么有三千人一天可以归心受主？为什么？原来在第一章看到他们一群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才有第二章的圣灵降临，才有那么多人悔改信主。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一个教会要开始的时候，怎么样一群人120个人可以在那迫切的祷告，也是带动3000人有5000人信主。我在东海大学当校牧，当我当校牧的时候，从两本书，这是1970年到1974年代，从这阿伦·瑞普瑞亚兰啊这个牧师，基督徒得胜的生活，基督徒胜利的工作，是约书亚书和这个尼西米书，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感受，要祷告。因此我在我的办公室的月历表1到31号备注栏，我就写上没有祷告不要陌生工，让我每一次进到 office 就看到要祷告要祷告。这是1972、73的时候，逢彼之起上面。以后我到美国去进修，1976年华福会在香港开始，那我回到香港参加华福会的时候，路过台湾，接我的同工啊，就招待我，校园走了，说到办公室去啊，到我们说进到办公室，以前我的 office， 他说坐下坐下谈一谈，我说坐哪里？坐你以前坐的地方，就是那个主任项目坐的。我一坐下去看到黑板啊，他说怎么样，我说你怎么没有擦掉，因为我写没有祷告不要陌生哦，他说我也需要啊。这事情我就想到每一个服侍主人最后都发现我也需要。那么其实1974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台福教会就希望我去帮助，可是我说我第一年他们去帮做辅导，我说我刚刚在美国读书，环境什么我都不认识，我需要专心我的功课。一年以后他们又来找我，我想啊，这样比较熟悉了，我大概可以到他们教会啊，来做辅导。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来请我说你来当牧师，我说我还没书还没读完，那么他说我们是在急需要牧师，那长话短说，圣灵这样带领之后，我就尝试在那边牧养教会。我不晓得怎么样牧养一个移民的教会，正像我将来到日本要牧养，我不晓得牧养，那我就去请教有哪一个教会的牧师牧养得不错的，我要去请教他。那我就看教会的日志，哦，曾经请林道亮牧师来讲道。那我在富勒看到他有一篇 Keep the presence of God， 上帝的同在，那我就有一个心说我要打电话请教他。那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时候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就说欢迎欢迎来，我说我想去请教怎么样牧养移民的教会，他牧养的教会已经1000人了，
那他说来，欢迎你来。那我就很谢谢他，其实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可是大我30岁的一个长辈，那就愿意说乐意帮助我。那我就问他怎么坐公共汽车到南汤里的教会，他说这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也没有坐公共汽车，他们是驾车。他说你不会驾车，我说我还没学，但是我有脚踏车。他说脚踏车提不到这里，我去找你。哎，我很感动，不认识的人，只要我因为要怎么样牧养移民的教会，他就来找我。他到里面以后，他就向我说注意3点：上帝的同在，凡是拦阻上帝同在的东西都要从教会中除掉。哇，就像尼西米那边，不是那些神的家有一些东西都丢掉。哇，还有不但是教会，个人也一样。第二，主日学好好的教导，好好的装备。哇，第二，第三，祷告会，他一讲祷告会我也很兴奋。对呀，要祷告。那我就问他，李牧师，你们教会什么时候祷告会？他说礼拜三。礼拜三有多少人祷告会？他大概礼�拜三晚上大概有300多位。哇，这下子我吓死了啊！你有300多位，那教会多少人聚会？1000人，300多位，30%在参加祷告会。然后他说，有曾经发生有一些特别需要的时候，还有600个人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。哦，我很感动，我就向他说，李牧师，我们教会比较不同。他说怎么不同？向东折成1个小时，向西1个小时，因为我们只有一间。他会讲向南1个小时怎么样？然后这样讲之后，所以我们只有20几个人，其实我的会友才140人，所以我们才20几个人在祷告会。然后我讲完以后，希望让他知道说我住上他，没有想到他说我们也一样。向东1个小时，向西1个小时。我说地没有动，脚有动，我就转下去，说很不好意思。是那时候，我和他们在联络当中，在讲当中，我又看到那一个大会迎接约柜的事情，我就把它连起来，我就一句话留给我的信徒，在台湾教会一间一间在开设。假如有机会和同工们讲，我一定向他们讲这句话：弟兄们，没有祷告，不要摸圣工，不要用无煞的手续扶约柜。阿门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弟兄们，没有祷告，不要摸圣工，不要用无煞的手扶约柜。哎，无煞的手扶约柜怎么样？死了。死了。所以不能轻易。那这一句就是我留下给我的教会，特别是同工们。那见证一则，2001年，我全时间到神学院，所以在牧养教会你就不能经常出去，可是神学院的院长需要常常出去分享意向。这样，2001年我全时间到神学院，5月的时候我被邀请在迈阿密，我们的一个教会10周年的聚会。哇，那个聚会我和师母去，我发现圣灵大大工作。圣灵大大工作怎么表现出来？那最忠实的慕道友出来决志，好几个。你知道什么叫最忠实的慕道友吗？教会开设10年，他慕道10年。哦，因为太太信主了，包括煮饭，包括怎么样，什么都来，可是就是没有信主，就是没有决志。哇，可是这好几个人就走出来决志。哇，许多的眼泪。那我碰到那个牧师说，牧师，感谢主，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。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刘牧师，为这个聚会我们已经有3个礼拜的连锁禁食祷告，1天3餐，有人就是分别连锁禁食祷告，一个接一个，有的两三个这样。所以这些人都在我们祷告的 list， 就发现，哎，当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大
当弟兄姊妹同心的时候，上帝做事情。所以以后假如有人要邀请我这一个培灵会或布道会或什么特别聚会，我就跟他商量，能不能我们来连锁40天的禁食祷告，一天三餐，40天120餐，就教会就有一个简，就是印出的，就是放在那边，大家一直填一填。我就看到圣灵的工作，甚至有时候聚会还没开始，对方的牧师就写信来，写面，牧师，圣灵已经在工作。原来当教会同心祷告的时候不同，你看圣洁的约书亚和玛利亚亚玛利人征战，他们得胜的秘诀原来在后面。摩西怎么样？摩西举手祷告，你才说摩西每一次举手他们怎么样？祷告有时候会软弱吧，会怎么样？哇，他手酸下来说就节节败退了。哇，这样怎么办呢？那怎么维持这个祷告呢？一个亚伦就在旁边，库尔就在旁边，哎，摩西你的手不能放下来，你的手不能放下来，所以那一天他们胜利的。阿们阿们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就何时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就得胜。哎，圣经的实例二，约沙法面对攻击时，面对三国就来攻击约沙法，约沙法怕，就来到圣殿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晓得怎么面对这大军。”然后他讲就：“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”他就带领大家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在那边向主倾诉的时候，神差派人向他说：“约沙法，以色列人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明天照常出征。”啊，他说。胜负不在你，而在乎神。那英文说 ：“The battle is not yours, but God。”哎，我就发现，当这个征战不是你的征战，是属于神的征战，神出手。阿门。你向隔壁说，当这个征战不是你的征战，是神的征战，他就出手来。当这个征战不是你的征战，是神的征战，他就出手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！那么说 ，the battle is not yours, but God 是神的。好，那我有一天哇，耶稣呀，这不是约沙法一听到就伏伏在地下拜。所以劝说我们真的要听神的话，听信任先知的话。哇，就这样。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商议了，他们的征战很特别，是那些祭司们带敬拜开始。哇，带敬拜开始，哇，然后军队才在后面。他说，当他们敬拜、赞美的时候，神派伏兵出去。哎，你向隔壁说，神那边有伏兵。神那边有伏兵。你向他说，我们没有了。哎，伏兵我们没有，但是神那边有伏兵。当大家敬拜、赞美的时候，神派伏兵。阿门。阿门。圣经的实例三，约书亚面对耶利哥，遇到耶和华军的元帅伯业，约书亚就在伏伏在地下拜说：“我主，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面对耶利哥生死之战，我怎么能？因为这是只要战败，全部会赶回旷野。他遇到耶和华军的元帅。他首先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没有想到，他忘记了神答应他：“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也不丢弃你。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与你同在。”可是不知道，是他忘记了。他一知道是神，他马上伏伏：“我主，有什么吩咐仆人？”但是你要祷告的人。竟然神没有叫他马上怎么攻，第六章才有，先说什么脱去你脚上的鞋，阿门，阿门。你比事工重要，你比事工重要，你这个人比你要为主做的还重要。
所以你要今天来祷告，你这个人是谁？你这个人是不是属神的？是不是完全让主？他说脱去你掌上的血。我们在灵命受造又讲到这里，服侍我们服侍的人最大的问题是谁？是我自己。尼托森在人的破碎你灵得出来，这样说，每一个服侍的人迟早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这个人。所以当我们相聚要祷告的时候，求神先破碎我的自我，我的自大，我的坚持，我的脾气，我的个性，我的圣洁。其实摩西遇见神的时候，神向他说什么？脱下你脚上的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今天我们要祷告会，让我们先脱下我的鞋。我又想到，假如摩西遇见耶和华去遇见神的时候，神都要求脱鞋；假如约书亚遇见神的时候，神也要求他脱鞋。现在你向隔壁说：假如我要遇见神，我先脱鞋。不要说后生，你要遇见神吗？你在这里不是要遇见神吗？先脱鞋，有什么要拿掉的拿掉。阿们阿们。那一次一次祷告，你越来越念经，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。疾风烈火这本书感动我，这个人没有神学方面的背景，但是他有负担，讲到他的岳父也鼓励他啊，然后他一讲去一个教会讲道，讲第二次，那个牧师说：新牧师，钥匙就交给你。哎，我到今天了，你就交给。哎，说这个我是来做 guest speaker， 然后那个就交给你。他说我说不要讲不要讲，你岳父会帮助你。他就哎呀，上帝啊，真的要牧养吗？他说有一次在牧养的在讲道的时候。后面那个噼里啪啦椅子太久跌倒，他说不要紧，起来换别的椅子。可是心中说，这种教会我怎么牧养？有一次聚会结束，他们的同工来向说：新牧师，我们的钱好像有人拿走啊！教会怎么小，奉献都不够了，钱又被人拿走。他说这种教会怎么牧养？有一次讲到讲一半，他说我讲不下去，就跪在那边祷告。我许多人就跪在他后面讲台那边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你自己要来兴旺这个教会。在祷告当中，后面有听到一个声音，有一个中年年轻人在后面也祷告：上帝啊，以后我不敢了。也不要这样检查，自己解决问题。那么他就感谢神。可是牧养教会越来越兴旺，他身体不好，就岳父安排在他到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休息。去休息的时候一个人去，那岳父让他们散心。有一天坐船去钓鱼，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钓，大家在这边钓，他在另外一边拿钓竿，可是在哭。上帝啊，我不晓得怎么牧养这种教会，求你告诉我，否则我不晓得怎么牧养。我面对牧养，今天许多人以后可能当中你们要去牧养教会，好，这个就怎么做啊？我不晓得怎么牧养，一直哭一直哭，在哭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不是从这里进来的，是从这里进来的。说，那我就把那种话，把它变成你若和你的妻子。带领我的百姓呼求我的名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没有主日新鲜的信息。讲到了，你要不要？要。哇，这个每天在准备信息。他说我不会让你没有主日新鲜信息。还有，你的家和教会不会缺少金钱的供应。你要不要？要。我们教会要不要金钱的供应？要。第三。你绝对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我要拆进去的人。
他发现不是这里，是这里。他发现神向他说话，他发现圣灵他说，他就想，是啊，教会，哎，上帝所用的人 ，Spurgeon， 他在讲到的时候，台楼下多少人在祷告？他说，下面的火假如旺，上面的水就沸腾。哎，你假如火不旺的话，上面就没有能力。他想，目的不是这样吗？他想 ，A.B. Simpson 不是这样吗？他想到 Finney 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他回去礼拜二祷告会，哇，就兴旺起来。我一个学生，啊，十几多年前，听着这样讲，他也去参加那个教会祷告会，1500人。现在，这是十年前，现在不晓得多少，1500人。他说还要排队，哇！可是，但是他在牧人当中发现一个问题。传道人看这个书就看到，他注重教会，忽略了家庭，忽略了他的孩子。他的孩子离家出走，青年就背叛，这是痛苦。传道人最大的痛苦，在教会热心服侍弟兄姊妹最大的痛苦，自己站讲台，自己在负责，可是自己的儿女不在教会，这是最大的痛，最大的痛。他说每个礼拜15分钟驾车子是流泪，15个礼拜是就是流泪15分钟，去擦干眼泪上去一趟两趟，这样教会越来越多，可是家庭每次回到家那种痛。有一次在帮助他女儿的牧师向他说，西牧师，女儿已经18岁了 legal age， 让他走。他说神托付我的女儿，我怎么能让她走？怎么能走入沉沦的路？有一次，他太太生病开刀 ，depression， 就向他说：“我不牧养了，要牧养你自己牧，我要带其他的孩子走了。”他说：“上帝没有叫我们走，怎么能走呢？”啊，许多的眼泪、祷告，最后他的太太留下来，写了一首蛮有恩膏的歌。到今天还造就许多人，啊！有声音向他说：“西牧师，你尽量去传福音吧。我得到你第一个女儿，还要得第二个。”有一天，礼拜二祷告会，使徒行传第4章在讲的时候，忽然一个条子传到那边，那个条子不晓得什么哦，大家都静，哎，牧师没有讲话，大家都静下来看一看。牧师，啊，对不起，身上有一张条子，说今天晚上大家同心为我的女儿祷告。我做牧师的，巴不得能承担你的重担，但是我也有这一个重担。所以那天晚上，大家都迫切为他祷告。有一个副牧师也来帮助他，为他们的主任牧师祷告。回到家11、12点的时候，啊，向那个他的师母讲，啊，眼泪流干了。晚上的祷告，神打天庭。32个小时以后，这是礼拜二晚上，就是礼拜四的清晨，师母发现女儿回来了，她说：“女儿回来了，赶快下去！”哇，她在洗漱，赶快下去。女儿跪在那边，拉力，妈咪 ，Would you forgive me？ 我得罪上帝，得罪你们，你饶恕我。不用说，抱在一起哭。哇，那个爸爸和女儿，因为女儿回来了，就抱着哭，抱着哭。哭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女儿就把爸爸挪开。拉力，爸爸说怎么样？拉力，礼拜二谁为我祷告？说怎么样？礼拜二我睡觉的时候，好像一直觉得一直沉下去，沉下去。有一个声音说：“把他救起来，把他救起来。”那里我是这样回来的。礼拜二，随我祷告，我发现当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做事情。阿门。祷告是预备在来一起念，祷告是预备在神的计划中与他同工。
祷告使我使我们的生命与神联合，让神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。祷告是预备我们参与神的侍奉，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生活侍奉的基础。只有祷告才能产生一个活泼基督徒的生命，带来教会的事情，建立神教会唯一的路径就是祷告。属灵的能力永远连接与神相交。一起念，如果我们不祷告，如果我们个人不恳求神的临在，我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可能在他里面所能达到的前途。这就是个人，是在教会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渴求神的临在，我们永远无法达到我们教会可能在他里面得到的前途。当教会祷告时，当教会祷告时，彼得被囚在监里，可是当教会祷告时，神可以差遣一个天使进到你我不能进去的地方，去解决你我不能解决的事，让我们点燃教会祷告的祭坛。阿们。我不但在这里祷告，我巴不得你回去去重点。所以这一次上课，我就鼓励他们，你上课的人回到你的教会去参加祷告会。感谢主，有的教会原来没有祷告会，现在已经在点燃。所以让我们重建教会祷告的祭坛，当然先修复我们个人祷告的祭坛。所以我希望前面那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来，当教会祷告时，人人差遣一个天使进到你我不能进去的地方，去解决你我不能做的事，让我们点燃教会祷告的祭坛吧。阿们。我就发现彼得被囚在监里，他说四班，一班四个人，那以前的是我的铁链要和另外一个兵，就是把握他不会逃跑。可是神可以，当祷告的时候，神派遣一个天使，可以拍醒彼得醒起来，还有脚镣、手铐就断掉，这些兵呢还继续啃，继续睡觉。哎，神就有办法让他们熟睡，然后把彼得就带出来，哇！铁门怎么样？哎，铁门一个一个开出来，又说：“哦，原来是神这样做。”有的部分是神做的，到清醒起来的时候，以后你要自己走了，走到那里去的时候，他们在那边祷告。哇！哎，那使女出来，听到出水，哦，这是彼得的声音去讲，你不要乱讲。你不要讲，是的，是彼得，没有没有，一定是他的天使。我就是这样讲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上帝做成，我们说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们祷告，上帝派遣，可是他们那边还在，你乱讲，你乱讲。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，当教会祷告的时候，神可以差遣一个天使，进到你我不能进去的地方，去解决你我不能做的事。让我们点燃教会的祷告。好，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今日，等一下今日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来这首诗歌。Jesus.
良辰，祷告良辰，悠悠双翼向主飞翔，许我终去万川浮沉，有爱有梦有救迷自己的教会在一起。假如你是自己一个人，你就加入其他的教会来谈，我怎么回去点燃教会的祷告会？我才十几人，好，你们自己的教会在一起，好，自己的教会在一起，你们去想，我怎么点燃教会的祷告会，懂吗？好，那接着我要把时间就。三个人以上，你们就在一起，你们三个人怎么样维护教会的祷告会？那假如你真的是一个人，你就加入进来。好，就是我预备怎么样回去